红火龙滑板车第999次竞速大赛开始，这次我一定拿第一。火爆，你每次都是开场领先，但是最后都输得很惨。哼，那都是意外。啊，哪来的无人机？就凭你也想超越我，没门儿。阿斗，你制作的无人机玩具还挺酷的嘛。那当然，我给这台无人机玩具安装了360度高清电子摄像头，不管是什么东西都逃不过无人机的拍摄。不信你们看看。我可是遥遥领先啊。哈哈，总算要赢一回了。火爆在，没意外。太火爆坏了。火爆加油哦。恭喜你倒数第一。你的滑板车有问题。火爆，你受伤了吗？啊，又差一点啊。朋友们，无人机已经把大家的比赛画面全部拍摄下来了。阿斗，你的无人机帮我们记录了今天的欢乐时光。只有你们快乐，我一点都不快乐。其实我做这个无人机的本意可不只是帮你们拍摄的，我一直都想帮红火龙守卫队去街道巡逻，而我的无人机就可以胜任这份工作。好啊，那阿斗今天就是我们红火龙守卫队的临时队员了。让我们期待一下无人机的表现吧。红火龙守卫队出动。阿斗，我也要出动。孩子们，这是你们点的三份香蕉汁，另外免费赠送你们一份甜点。谢谢爸爸，太谢谢你了。天气爸爸真好，我们再也不会去捣蛋了。侯宝莲，外面好像有幸福能量在飞来飞去呢。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，逼我们捣蛋实在是太可恶了，我们有任务了。可你刚才不是说不去捣蛋了吗？我自有我自己的考虑。现在快跟我走。忘了喝香蕉汁。香蕉汁出发。快停下。快停下。你不早说。还好我身手敏捷，还好有你呀，二毛。停不下来了。国宝莲去哪儿了？在那儿。原来是我把国宝莲撞进去的。别！猴三毛，我非得要让你。快抓住无人机！该我大展身手了。等等，三毛，我还是我亲自去抓吧，最好别让我追到你，不然前进。他们好搞笑啊，接下来来点更好玩的。嗨，小猴子们，玩得还愉快吗？原来是你在操控无人机，你的技术很不错嘛。谢谢夸奖，但你也别太得意了。香蕉激光发射。幸福能量枪，
求博士的时光机能量到手了，博士的心愿由我来守护。既然你那么喜欢玩无人机，那我就陪你玩了。香蕉饼干出发。啊，怎么花瓶了呀？难道是电路故障了吗？啊，谁呀、啊、那么没礼貌。让我带起香蕉告诉你。我们是香蕉饼干姐姐。终于轮到我了，晶晶，你们想干嘛？也没什么大事，也就是让你体验一下被无人机追的感觉。啊！顺便一提，跑得慢的话可是要火烧屁股的哟，晶晶。我的屁股好烫啊！火火龙守卫队，香蕉兵团用无人机追我。啊，还有火烧我屁股，请来帮我。放心阿斗，我们马上就来。火火龙守卫队，现在该我们登场了。火火龙守卫队出动。小心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飞棒龙爪启动，快计划肆虐，能量在你前分工，小飞传来的信息定位、他现在就在多拉餐厅，但是餐厅空间太狭窄了，这场救援就看小飞你表演了。没问题，我找到香蕉兵团了。小飞，我们得先夺回无人机的控制器。放心，交给我。请你们洗个痛快澡，水枪发射。日猴宝莲，我来帮你挡住。三毛，你总算走了、我的控制器不见了。哼哼，在我手上呢。火火龙守卫队，无人机失控了，我现在被大火围着，根本出不去。阿斗，放心，我帮你浇灭火焰。龙机甲形态转换。火龙机甲，无人机持续不断的喷射火焰，小飞，你的水枪很难浇灭它的。那我就进去把无人机停下来。彤彤，激活多龙背包载具。激活完成，小飞注意安全。激活多龙背包载具启动。啊！救命啊！啊！泡泡泡，发射！阿斗，请不要害怕，我的泡泡泡很快就会消灭所有的火焰。
好赶得及。谢谢你，小飞。不客气，这是吼吼龙守卫队的职责。你们快把无人机控制器还给我！不行，这是阿斗的。你别过来呀，这可不是我故意弄的。对不起，是我先戏弄你们的。这场火灾我负主要责任。知道就好，下次别这样玩了。那我们也勉为其难的跟你道个歉吧。对不起啦。我有个主意，大家一起来修复餐厅吧。好啊，又要干活。吼吼龙守卫队，守卫成功。